我是来自利家部落的，然后我顺便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三个，也是利家部落的。啊，我是叫冠莹，然后我旁边这个是我的表姐啦，也是我的同学啦，叫新菊。大家好。我旁边这个是我的同学啦，叫怡文。我叫怡文。那旁边那个你要自己介绍一下。我叫丕文。哎，我们部落那个歌谣队有四个女生，丽家部落在这里，有一个她在后面呢、啊，她现在没有办法上台。好详细的介绍。不是、啊，不是你跌掉了，她在帮我们拍，她是我们经纪人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唱的歌是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是听那个摇篮曲嘛。啊，你哄完小孩，你凌晨三四点，爸爸妈妈也是要出来工作嘛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唱的歌呢，就是工作之歌，是属于比较轻快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工作之歌。